Hello， 大家好，我是威毅。首先呢，要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那从一开始拍自由潜水的影片，到后来拍我最喜欢的冲浪，然后还有接触很多的户外活动啊，还有拍一些环保等等的，就是越来越多元。然后也从不会开始慢慢学习到比较了解，虽然我还是很不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这个 YouTuber 的圈子，那没关系，我还是很喜欢做我现在在拍的影片。那也谢谢就是一些厂商的支持，像 String Trail 还有 Easy Outdoor， 还有一些合作过的一些品牌、一些厂商，那感谢他们让我有这一年来可以有一些收入，然后还有一些很不错的体验。那特别就是我今天要来抽签了，抽这个就是上次挖鞋袋，对，挖鞋包的那一个抽签。那我整理了名单，就是在这个上面整理了这些名单。那总共呢475位，就是包含 YouTube 还有 Facebook 两边加起来总共有475位。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做这个抽奖，所以我根本就不太会用，所以搞得自己蛮累的。那我想一下规则，就是我会先用我的手机软体，我这边有一个手机软体，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啊，然后我先会用手机软体用手机软体选出10位，然后我会把它记上来，然后我再放到这个抽奖盒里面抽出来。那会对照对应这个号码，就是号码上面就是你的名字啊，然后我就先用这个手机来抽签。好，我设定一下，总共是475，所以我会475，好，这样子，对不对？1到475号，然后手动抽这样子 ，OK。好，现在抽第一个喽。好，第一个是271号，271。OK， 好，看折号，我先放旁边。再来第二个，257号，257。抱歉，这个纸可能有点反光，看不太清楚，没关系，绝对是公平、公正、公开，一定送出的。74号，好，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号码，因为大家名字都在上面，74，好，所以我会没有私心的，就真的是大家凭运气来抽签。157，哎，怎么变广告？157。好，然后再来是55号，55号，好，55号，对，然后43号，对，43。好，然后 YouTube 的号码，我是从 YouTube 开始先统计的。YouTube 总共累计有133名，所以133以内的呢，都是 YouTube， 之后的都是 Facebook。好，像这就是 Facebook 来的朋友。145号，145，好，145，再来是295号，酷，295号。
95号。好，最后一个了。有一个啊，抽签哦。几号呢？慢慢的。好，104号。104号。OK， 104号。好，然后一下，就要把这些号码放在。这里啦 ，OK， 摇一摇，其实我自己真的是蛮期待的，因为第一次做抽奖活动，然后也蛮谢谢有很多人参与，475名，那当然，还有很多接触到更多人。好，首先不废话了，我就直接来了，好吧？一次定胜负，麻痹，我就不能看。好了，来喽。好，就是这张了。期待哈，期待啊！257号，257号是来自 Facebook 的朋友。好，我来看一下哈，到底是谁？257号，哦，这里，这是我统计的名字，严正伦先生，就是你啦，严正伦，257号，严正伦，看得到吗？哪里？这里反白这个，257号，严正伦。好，就是你啦，我到时候会联络你，然后如果你看到的话也可以联络我，然后我们在私讯联络，就是提供你的姓名、电话还有地址，我会请厂商把这个商品寄给你，然后你可以选一个颜色，就是它有橘色、黄色跟黑色。好，恭喜你。那没有抽到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就是之后呢可能我会争取看看有没有那个微益代码，就是可以打折这样子。然后我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我会去谈一下更多的商品可以来赠送给大家。那希望这就是一些回馈，就是我们非常爱护大自然、非常喜欢大自然的一群朋友们。然后这个世界没有分国界的，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一起来接触更多，让感染更多。然后让这个世界更美丽，然后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大自然方式，然后让我们可以不要只是一昧的在城市里面，然后很辛苦的工作，然后就是做这些就是大家比较这个城市的事情啦，就是希望真的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上帝创造这么棒的一个美丽的世界，不是要我们来破坏它的，是要我们来共同的维护它，然后可以很快乐的给我们使用，感谢，所以也谢谢大家，谢谢大自然，谢谢上帝。好，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那希望未来真的可以有更多的商品可以赠送给大家。好了，我是威毅，各位下次见喽，拜拜。